接下来将由球员选择阵营。应该选的会来我们这儿。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嗯，确认过眼神了。确认过眼神。接下来有请杨正、杨浩哲、钟显超、周瑞、张宁、叶旭。没有，这种时候真的不舒服。他是我小时候队友，你知道吗？平常心，这个就是没有的意思。哎，平常心，对不起。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但是肯定有点失望。选人真的很难的，我觉得。接下来有请铁牛，发自内心的选择你的领队，你考虑一下好吗？你哎，别过，峰哥刚才真的就眼泪都已经掉下来了。你真的再考虑一下。那我现在考虑一下。饿了吗？渴了吗？累了吗？就上饿了吗。本节目由饿了吗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随光而变心动所在夜拍 MVP OPPO R17 Pro 拍照手机海飞丝无硅油洗发水清爽过人随时开秀联合特约。这就是灌篮油手机天猫官方互动支持。我们在一起，先在一起。哦，这么宽，这个也太好了。隔扣杨振，赶紧快NBA 是全世界最好的联盟，就特别想知道这些球员平时是怎么打球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教 很基本的防守。他们要你当中锋，有什么感觉？我不喜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在听。你在听，你坐呀！我让你上来，你坐呀！下。欢迎各位来到优酷和浙江卫视为您呈现的《这就是灌篮》，我是大佐。饿了吗？渴了吗？累了吗？就上饿了吗。本节目由饿了吗独家冠名播出。随光而变心动所在，本节目由夜拍 MVP OPPO R17 Pro 拍照手机特约播出。海飞丝无硅油清爽过人，随时开秀，本节目由海飞丝特约播出。上官方互动 APP 手机天猫，下拉二楼解锁少年独家视频日记。本节目官方用车由积压全场不如高能登场的长安逸动独家提供。上优酷看这就是灌篮，点击播放页下方送球员参加集训，进入灌篮 MVP 榜为球员加油助威。总榜冠军球队 MVP 将加入世界顶级篮球训练师梦想训练营，更有每周球员直播福利等你解锁。其他加油官方平台请关注 CIBN 酷喵影视、饿了么、海飞丝、长安汽车。我先安抚一下峰哥，要先挂了。好嘞。好，那我现在考虑一下。完了，打感情牌了那边，牛牛留不住了。峰哥，左边，牛哥，峰哥，跟着心走。牛哥，不要想。右边，铁牛。右边。我觉得这种类型的球员在篮下他手下是一个威胁，他不管和谁对位的话，防守他的人都会非常困难。要一个队伍中有这样的球员的话，对外线来说也是好事，他能更多给外线创造机会。大铁牛没喽，大铁牛是你们的喽。不走回头路。铁牛有这人吗？我都忘了这人了，不认识。漂亮，来，我们自己开心一下。Yes， 我们会找到对付铁牛的办法。接下来有请被誉为雷神的大东。大东，大东，
大东我一直很喜欢。那就拿。大东和铁牛，我们最少要拥有一个，因为我们要用大东来对抗铁牛。如果铁牛去那边，是对。大东。我要打电话给大东，因为希望可以影响峰哥跟老铁，如果我打电话他们可能也会想打电话。喂，那我们也打。不打，我对大东非常有信心。喂，大东，这是林书豪。好的 ，Jeremy。我想问你现在心里你是黄色还是粉红色的心？我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。你猜是谁给他打电话？我觉得应该是李易峰战队给他打电话。其实我蛮忐忑的，我站在这里，我想我在回想之前的比赛的表现，然后你们和我说的话，再考虑一下要加入什么哪个战队。对，就这样。大通也来我们队，他们就不用玩了。OK， 好好，谢谢。我要打一个。不打了，打他干嘛呢？东哥，你得跟铁牛对一对。你一生的宿敌啊！一生的宿敌，有宿敌过，有宿敌过，根本没有当回事。那三战都已经被我打爆了，这没问题，太自信了。Oh my goodness！你千万不要打不过他就加入他，你得来我们这跟他对抗，不要学杜兰特，不要学杜兰特，千万不要打不过他就加入他。哦，给豪哥吓着。对啊，因为我特别打电话给他，没选他就是很坏。对啊，可以。哦，好的，你使劲，你使劲，你使劲。名字在背后吗？完了完了，表情有点变了。你心里紧张了，也不自觉的笑了。啊，这么惨吗？啊。是黄色还是粉红色的心？因为是李易峰给的我球衣，所以我直接走向龙骑士。如果他没有选我，我死而无憾，这是我做好的准备。李易峰需要我给他安全感 ，OK？ 李易峰安全感我承包了，大东承包了 ，OK？ 哇，他爱上你，我觉得你是刚开始爱上他，现在他又爱上你，所以感情很复杂。然后，因为铁牛也正好去了对面，我认为我是可以对抗他的力量。他跟铁牛打会很好看。嘣嘣。他们这两个是唯一节目组里面最壮的球员，对。然后有几个是比较壮的，可是他们不喜欢对抗。对。铁牛，铁牛，铁牛，哈哈哈哈！哦。
他们是要对的。哎，我爱吃牛肉，我要吃了铁牛。接下来有请孟翔。孟翔又是一记三分，孟翔，还是真准，争得非常快。你喜欢那个投手，他很愿意投篮。这个是双选，这个孟翔双选，100%，很厉害啊，感觉孟翔。孟翔表现得真的挺厉害，他是华侨大学的吗？好像是，也是 CUBA 顶尖队伍，对我很认可他。强大的射手，他的持球能力确实很强。挺胸，对，你们也选？我也选。啊，他是双选球员。我觉得孟翔，孟翔哎，蛮准的。对，我们还是需要投篮比较稳的。孟翔要孟翔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我们队的。我觉得他会选你。我没跟孟翔接触，他也没接触，怎么可能选我们？我跟他聊了，可是我觉得他不是特别喜欢我们。孟翔。请考虑。那就不要打电话，对，让他自己选吧，我觉得不用的，对。还挺期待的，结果到后来没有电话，我很伤心，两位领队都没有人抢我。王强，孟翔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我觉得有点 NBA 联盟抢詹姆斯的感觉，就是大家抢人的感觉。你来我们队，我们来招募球员，对不对？之前我想去郭艾伦跟李易峰的战队，但是朱浩哥想要我去他战队啊。说如果我表现得跟第一天一样好，他一定会选我。其实还是比较犹豫的，就是都有考虑。走了，走。你看，我就跟着自己初心走，因为艾伦哥也是第一个决定给我求野人，我就选了第一个。这你不管，他都选完了。大家庭欢迎你，稳稳的，稳稳的。最后一次。第二个射手群啊，第二个中间的这个，这我真没确定，因为咱俩没跟他有接触啊，对，没有接触。你看现在4-4，对不对？5-5。接下来我觉得就有点烧脑了，怎么来把他们调回去？接下来有请夏浩然入场。上场的时候手都是汗，全是汗，手都已经凉透了，知道吗？就特别害怕，因为确实我这两场打的实话实说，真的就是不尽人意的一种表现。害怕，浩然，稳住啊！浩然，宁哥在这儿呢，浩然。这句不好听的，就躺着进来的都是。他如果要是双选，那就紧张了，搓手。小朋友，
他是挺可爱的啊，蹦蹦跳跳的。浩然，一路小跑。对，别犹豫，别犹豫。夏浩然，他自己需要打的比较侵略性，他跟张宁一起打，可能很难。如果他一真的想表现的最好，他需要走他自己的路。后边弹我都不带弹的，我直接是坐机票飞机票走。再给他留个位置，没让他失望吧。开心，我觉得挺阳光的。嗯，那行，需要给他个机会，我觉得。那就他，就靠他调节气氛，我觉得不知道行不行。那可能大家会觉得他是抱大腿的，那边的球队应该不会选他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有潜力，我希望通过这节目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吧，一步一步的。没想到，突然一看，我第一个就是我，直接一下就。炸了 skr skr。 有颜值了啊，我们这儿有颜值了啊。他刚好又跟张宁又在一起了呀。他俩是什么关系？大哥和小弟吗？大哥小弟，爸爸和儿子。坐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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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有请最强 X 因素祝明镇。祝明镇，祝明镇的三分。剩下最后一期的电话，一定要选这个高个，一定要选他。高高个，祝明镇。好，看到他就会很像 NBA 球员，是不是？是因为这样子吗？不是，他是真的打，真的，他真的表现得很好啊。我现在只选了三个中锋，他可以打打中锋，对吧？他可以打打中锋，他可以打打中锋。威廉，张宁说要你过去给他防守。来我们这边，铁牛给你抢篮板，我给你传球，说着就投，你就干。威廉，我知道你不想接他的。不是骗人的啊！多少年队友啊，这儿。朱哥，咱俩都是四中的。跟你讲，那我们可以有好几次打，我们再打。哦，你可接也可不接。喂，你好。Hello, my bro. 讲什么英文啊？哇哦！猜猜我是谁？我猜不到。哎呦，你猜不到吗？哎呦！啊，我还是猜不到。哎呦！哎呦，你咋的？你咋就猜不到呢？我也很紧张，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猜不到。当时我在底下也预演过，如果说我接到了电话，我该怎么说？但真正站到电话机面前，接到电话，确实脑子一下就空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现在我们这儿有一个电视，我能看到你的表情。啊，你的表情怎么样？帅吗？帅吗？啊，我觉得你是无与伦比。你在这个屏幕里面，你的牙齿显得特别的白。特别的好看，我也很紧张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。我让你伦哥跟你说几句好吗？啊，好。一会儿可能杰伦哥和豪哥会给你打电话，
杰伦哥第一句话肯定会说啊，那个小柱，你会想看我的演唱会吗？他说我想带你去看我的演唱会。然后豪哥会说，我以后会教你很多训练呢。坏啊，我和峰哥一样，带你和张宁去看杰伦哥演唱会。我们也可以让杰伦哥唱那天我让你唱的那首《天堂》，也可以让杰伦哥在演唱会的时候唱给我们听。啊。好，你觉得行吗？就是一会儿杰伦哥和豪哥要可以不接，要打电话，你可以选择不接，也可以接。接完事以后，但是我已经把他们要跟你说的话都说完了。我想知道你有心里有个准备就好。OK 了。哎，我们让苏豪打。哦，真打。哎，怎么早了？还没，赶快打。怎么说？我来了。喂，你好。OK， 哎，这是豪哥。如果你可以选，你想是善良还是杀手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脑子一团乱，完了，我脸红了。哎，你不要讲了。哎，你不讲了，不讲了。我觉得他会，杰伦哥，他一定会，没有，他一定会去。喂，你好，我觉得我还是想再打一次电话，再表达一下我们对你的喜爱。哦，好，哦，知道了。他们不会再打了。你知道谁更重视你了吧？我不说了，话不多说啊。再见，好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再见，哎，赵，哎呀，这抢得太凶了，来看看，你想是善良还是杀手？来吧，威廉，不要犹豫，说嘛，不要犹豫，马上接了，是吧？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吧。他可能是这个节目最好的中锋。我的套路可以吗？可以。很激动。当我看到有印有自己名字球衣的那瞬间，我一下就很紧张。整个这么紧张的环节总算是结束了。接下来有请彭玲出场。小粉色是什么鬼？把粉色脱下来。彭玲，粉色什么意思？彭玲技术特点比较快吧，然后很积极，然后他会打球，很会传球，会组织，能打能防。对啊，你这么像北？你记得他是谁吗？我没有。他还不错，没有谁。之前没怎么注意他，咱俩就那天打球玩的感觉还行。对。Yes， 可以，皆大欢喜。我们选择他，你们没选择，对吧？对。
因为我就是海选的时候和淘汰赛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表现得不错，然后郭艾伦领队他说我突破其实还行，所以我就觉得说郭艾伦领队应该会那个给我一件球衣。这个他可以打前锋和主后卫。最后一场的时候他打得很好，给人一个眼前一亮的感觉啊，所以就选择了他。他球风比较稳健，可以会投篮，可以投三分，也可以会突破。我觉得他什么东西就是掌握的技术来方面还可以的，然后挺符合我们的队伍的那个打法，然后我觉得他在队伍里会做出一些贡献，然后我觉得我就要选择他。他打得很不错，他挺瘦，挺能突破的那个。对对对 对。之前我没注意过他，就上一场球，我觉得他打表现很好。对，然后我就注意他了。我觉得好，我们看人比较像。对对对，有时候很多次我要说的东西你已经说出去了，或者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然后你说我就了解你在讲什么。别嚷了，别嚷了，别打，别噎着了。看到了，已经看到了。来。二四六八，十个了。哎呦，给我换的，穿上。哎，但是他没表现出很激动那个。脱了，粉色脱掉，淡定，脱掉，脱吧。这五道口小王子，这是新进的，是五道口小王子。新进。到哪都是我彭林吧，是我大学队友了。对，就我彭林恒毅想在一个战队去打一下，都要后面一起拼的。对，哪都有大，可以。多少人？我们好多了，十个，他们九个。哦，你们的人看起来很不错。接下来有请冯汉普。当时让我选两个阵营的时候啊，心里就想，我说我其实就是特别喜欢周杰伦嘛，我觉得我就是死也得死在周杰伦这条路上，我不能死在其他路上。你干啥呢？激动啥？火男神，他过来，我们这就粉丝就一下100多万关注的。他来之前跟我讲，他说他死也要选周杰伦。对，哦，直接走是吧？直接选了他。喂，范普啊，算内线，我觉得算内线。他身体素质什么非常好，然后那个他很年轻，我觉得他会表现的越来越好。不犹豫，等不及了。你选吧，没选了吗？看一下。球衣呢？哇，我的球衣呢？你真的有给我哎，杰伦哥，很帅。所以我们需要一点帅哥啊，因为我觉得杰伦哥唱歌得很好，可是不是太帅，所以可能需要比较多的帅哥来我们的队。他们俩聊了，我没有留意到他是周杰伦的粉丝，他后面拿了衣服他才说，早知道我肯定就不会选他了。因为我那件衣服放的比较厚，就是其实是特别短了，但是在我心里也算特别长的一段路。行，太可爱，这个小伙也挺可爱的。对，我只能用夏浩言来对抗你们，只是像你小可爱。哦不，一辈子的偶像。你可以穿出来。
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！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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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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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队友队友队友！今年粉丝给我们啊！接下来有请方良超。肯定没有啊，带劲吗？他跟我聊得挺好的。我还跟你聊呢哈。真的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有请下一位李志锦。接下来有请黄子恒。小黄，小黄，你这……这个就是没有吗？哎，接下来有请郭宏印。Oh God！ 为什么？天哪！怎么都……那个队员每回进去以后，他都会走到尽头，然后再反复走好几个来回，然后可能前面是墙，他们还会去往前走，伸头去看看我会不会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装一下球衣。你真的能看出来特别渴望，你总看真接受不了，因为太。接下来有请韩潮入场。潮哥他在中国的街球界是一个影响地位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。我从来之前我就非常坚定的这一块，我一定是选择周杰伦。他挺有心的，我觉得打球有些人挺有心的。对。就是没有名字就不用看了是吗？就是不会，就是没有了。这两位呢，其实我原本也有选的，但是因为就我们经过讨论之下，暂时啊，这两位又回到原点了。因为我们只能有五个控球后卫，如果我们有太多，对，我蛮喜欢他们的打法，打接球嘛。其实我跟林书豪的有些想法还不太一样，也好，不是每个人意见都统一的。会更客观，不能吧？哇天哪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来。特别可惜，我觉得他肯定会被挑中的。接下来有请孙思瑶入场。哎呦，这个人，这个人。哎，这边。嗯哪边？这边吗？这边吗？孙思瑶属于一个技术很全面的、投篮最准的一个内线。孙思瑶高，而且能把空间拉开。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就是我个人技术啊，或者现在包括我的朋友也都知道我的实力，我就是最强的。我在等待着那个电话。我等了差不多十五秒钟的时间吧，那个电话没有来，我的情绪是确实失落。
我觉得，施晓表现的我可能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。差一点啊。因为我觉得他很高，技巧很高，很有天分。我们就是觉得要打得比较凶，这是个性，可能要调整一点。他的打法让我觉得看不过去，感觉太温和了，没有那种爷们的气质。杰伦哥看一个高个，然后一直从外面打，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你那么壮那么高，你不进去打，你不对抗一下？然后我也是觉得，因为杰伦哥是比较矮，所以看比较高的人不用他们的高度，他就可能会很生气。天这两个暴击把我弄得心情也特别不好吧，当时确实是就是很失落。啊 ！No！ 他肯定藏起来了。就是很失落，太酸了，太酸了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肚子胀了，肚子那么大，肚子太大了，拿出来，来亮开你的腹肌 ，Come on， 肚子大了，真没有啊？不是吧？没有，啊？不是肚子真没有吗？你走吧，你靠边吧，你走吧。别，真没有啊！不，他们阵容这么强大吗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球衣没有拿到，我以为他是双型球员，但是他球衣没有拿到。其实说实话，可能是我自己的心态问题，因为来这个节目之前，可能把自己的架子摆得太高了，然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其实是很失落的。这种感觉真不好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所有球员选择完毕，有请两组领队来到我们的球场上。来一下，打电话费不少事儿啊你呀！啊，你耽误大家不少时间啊你呀！啊，他们要吃亏，一定会，不用说话，他们要吃亏。好的，首先恭喜两组领队 J Team 成功匹配十名球员，尤其是成功匹配十一名球员。谢谢啊。有这么多人愿意来我跟郭艾伦的队伍，然后可能让你们的心情受挫了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，也非常谢谢你们对我的一个信任，对郭艾伦的一个信任。我们先跟你们说一声抱歉。球员选择我们这个团队，而我们没选择他，我觉得对他心里会感觉真的是很失望。我相信后面我们还有五名球员的机会，我一定会把我喜欢的球员再带回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看你们扎心的时候，我们也很难过，就是很难选。然后我也被 NBA 的球队裁掉了，所以我很了解你们的想法，你们的情绪。现在我们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六个位置，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就是 forgive 我们。
接下来我们将进行补选的环节。首先有请我们两组导师站到你们的阵营前面。带有一丝丝的小愤怒，其实我就是想告诉他，你不选我就是后悔的。特别紧张，特别特别紧张，不知道会被谁选，或者是你会被落选。首先选择球员的将是龙骑士阵营。孙思瑶。我是一个有技术的内线球员，这种球员包括在职业场上也是几乎没有的一个球员，所以他们应该是相信我的技术的。孙思瑶要的，孙思瑶第一要是孙思瑶，他现在。想法，我们有我们的想法，可是我们的球员，我们也想听我们球员的想法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个会选刘恒毅，刘恒毅。我问你啊。刘恒毅跟天毅谁比较厉害？刘恒毅好，因为他们那边有个张宁，我们需要有人防守。OK， 大家都好像很开心啊，这样。好的，恒毅，恒毅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过来吧。必须得选啊！没有。哎呦，真是对不起！我一定要给他球，我一定要跟他说声对不起。他是我以前的队友的。豪哥，接下来轮到 J Team 阵营。跟我一起，他可以防张宁，他可以防张宁，他防守很好。哎，小李，来吧。这一次选黄子恒，嘉龙，嘉龙，我们选你，郭宏毅，张天翼，刘星。所以现在龙骑士阵营只有最后一名补选名额。一站上去就已经开始煎熬了，真的很难熬，祈祷。我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结果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就最后一个名额了。可能我说出名字以后，机会就变得很少了。我今天跟其他选手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我们决定把最后一个名额给方亮成。对。怎么又回来了？等一个。我们需要两个球员选一个，红色的鞋子或者王晨曦，或者王什么什么。跟大家都讨论好了。他们觉得陈俊不错。我觉得红色的鞋子，我觉得陈俊，我觉得激动、开心，特别的高兴，就是那种感觉无法形容，就是置死地而后生的那种感觉，特别奇妙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我们今年六个人，好像四个都是我建议的，就纯靠我一张嘴保他们晋级。刘恒毅跟天翼谁比较厉害？刘恒毅，李志锦可以，他防守很好。很可惜，场上的几名球员
面对你们的是直接淘汰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兄弟们加油。其实我还希望就是可以就是本人的一些东西展现给大家看吧。 Easy。 哎，那也没有关系了，对我来讲遗憾没什么太多遗憾，说实话我们没有选到乔哥，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。他在中国的街球界是一个影响地位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。我觉得我可以更好，失败就只能让我越来越努力。我叫平常心，我在路人王拿过13次冠军。我希望下次来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水平。那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就是灌篮这片场地上的斗士们。虽然你们将离开这就是灌篮，但是相信篮球永远都在你们的身边，加油。不是说你们不好，可能是选人的要求和印象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深刻，所以说可能也从中也有我们的责任，希望他们拿的这个当成一种动力吧。你们有铁牛也好，你们有杰伦在后面帮你们撑腰也好，都无所谓。在我看来，他们那边只有一个张妮儿，剩下的感觉还是我们这边厉害。接下来，请四位领队回到观察室接受下一场比赛的规则。有东西，有东西，以为要吃饭了，结果有任务了。念一下这个任务。我念一下，恭喜组建阵营成功，你们和你们的球员将迎来和对手的第一次正面的对抗，两队将轮流作为主场和对方展开3v3对决。请注意，主场球队可以自行制定一条特殊赛规，此赛规对双方同时有效，失败队将需要淘汰两名球员。现在请你们自行决定谁成为第一个主场的球队。平常主场有什么优势？你就是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可以很舒服的打，粉丝一定会影响这个比赛的表现。对啊，就比如说有一年我们在亚锦赛的时候，就是，我们对韩国队的时候，我们在主场，我们的湖南长沙打的，我们上半场就输了20几分，下半场球迷就开始疯狂过来给我们唱歌、大合唱那种，我们就像打鸡血一样那种感觉。最后我们剩20几秒，把比分反超了，我们那场就赢了。漂亮！哎，光这样听，我觉得主场先给我们好了，主场先给我们好了。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们主场。没有，不好使，不好使，还用我们呢？我们用游戏来分胜负，好不好？什么样的游戏？应该这样讲，比如说有鼻子、下巴、耳朵、额头，四个动作，然后我先喊。比如说我说鼻子耳朵，你们就不能耳朵，你们要别不同的部位，一样就输了。你说两票，我们说两票，谁先被淘汰谁就输了，就是哪个队都淘汰了对输了。对，你先开始好了，好不好？鼻子下巴。说我，没事了，他这个假动作，他假动作了，他这我想出来的游戏，不是你干嘛弄啊？你干嘛弄下巴？我已经在，你们先选，你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第一个主场，打响开门红很重要，对，万事开头。那我们就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客场有时候就是会逆袭。下车喽！下车。哇！我的天哪！哇哦！哇！
哇，这还有这个，什么都有。哎，我们是这边的，我们是粉色，我们再先。这么宽，这个也太好了。我进入到宿舍，第一眼看到那个环境 ，amazing， unbelievable， 很有一种篮球的一种氛围，而且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的，也很有一种家的氛围，很有感觉。哇，做的是，哇，这好可爱，太卡哇伊了，这太可爱了。你去安排一下吧，大东睡上铺，我睡上铺，对，谁睡我下铺？然后我俩睡这儿。浩然，你和宁哥一屋吗？应该可以和宁哥。哎，转悠转。哎，那你上去吧，我在底下呢。你想啥呢？有我在，你睡底下。嗯。哈哈哈！我错了。该我了吧？跑吧。不跑，我享受一会儿。我只要有镜子。哇！哎呦我操！有一种毒打，来自老娘的一层毒打。给我来点，想得美，想得美。嗯，打我脑袋还想要我吃？好，没问题，给你。我是不是有点过于暴力了？是。我脑袋疼，接受一下好吗？好的呢。有点湿这个衣服。你换一下吧，换个背着管裤去门关上去。我们小夏同学要换衣服了。这是我看那个去哪儿学到的啊。这我去哪儿呗。嗯啊啊啊啊啊啊这是干嘛的？没有，一开始是要直播嘛，一开始那个。他们为什么有篮筐啊？隔空扬阵，赶紧快快！没事，一个都没事。哇！来 ，F 四打个招呼。Hello， 我是西门。我是大名士。我是花泽类。当时铁牛说他颜值秒我嘛，他想弄个高颜值战队，然后想来想去，还是 F 四帅。你说弄个 F 四吧。看远方的星，有我听得见。我昨天看你朋友圈那个封面是周杰伦，你什么时候换的？多少年前？我是看一二年的时候。哦，哇！一二年的时候，我是跟科比对，周杰伦是绿队队长，然后我们赢了他。你说杰伦，我们赢你了。哎呦，他说下次见到你一定要跟你单挑一下，一定要赢你。这个镜子，
大哥，我真怕。别动他。哥们，你起来。大哥，来。别。我把他弄死，别弄死，哎，人家要生命，对不对？弄出去。兄弟，再见。恒毅脚不太好闻，真假的？臭啊！我感觉有一点。是他的鞋吗？不是啊。不是吗？我这袜子。捂馊了。我衣服不也馊了？清下东西吧。你带什么蛋白粉和什么蛋白粉肌酸啊。哎呦，粉我受不了了。这含量还有多少？还有很多啊。哇是要疯吧你。哇有蛋白粉喝了。等一下给你喝，得把你养得再壮一点，要不然怎么怼铁牛。哎，雷哥。哎，阿辉，训练去吧。我在清衣服。咦，这蛋白粉我每天都喝。这个东西挺难买的，上哪买的？在天猫国际上，全球的好东西都可以买到。哦，你看那边那个桶也是你拿的。对，你过来。你不可以做的事情，不可以在宿舍内抽烟喝酒乱扔垃圾，自觉爱护居住环境，不可以擅自离开录制地点。Okay. 所有行动都需要告诉节目组。OK， 不可以破坏宿舍装修，把手举起来，要那个什么一点，是这样。以及房间物品如果损坏，照价赔偿。这蛮虚的这个。不可以破坏宿舍区域内的摄像头，干扰摄像机的正常。你们别走。不可以与他人发生肢体上的冲突。如果有矛盾请去球场解决好吗？楼下就是球场。哪个是脚哪个是手？试一下就行了。所有人注意，要开始收手机了。我现在要交手机，然后等到时候录完了再告诉你吧。你好好学习吧，啊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不让用怎么不让用手机？我先教他。等会儿啊，飞行模式。这不是手机吧？这是假的。这是用我的高手机咯。我待会跟你讲。想起来了，我就放这个。导演是不是？收手机很开心是不是？收手机。所有球员现在请到客厅集合。是我们 J Team 的球队女经理张曼媛，大家好。大
大家好，我是龙骑士阵营的球队经理陈意涵。好了，禁言。好，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之内，我可以照顾好你们，然后请你们也要相信我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，以后一起加油努力。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海飞丝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装备包，他那个头发一看就是非常需要。我觉得这两个洗发水特别适合我的头发。那海飞丝呢，希望我们以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清爽过人，随时开始。明天开始大家进入训练时间，我们龙骑士的训练时间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，晚上七点到九点，大家加油。那我们 J Team 的训练时间呢是这样子的，早上九点到十一点，然后下午是三点到五点钟，所以说今天晚上大家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九点钟在场上见，好好一起训练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。哎，汉普，你今天打得很顺啊，有什么秘诀吗？出发！海飞丝随时开秀。这劲味儿，帅哦！今天训练是我们和峰哥看完你们之前的那个在海选啊，包括第二阶段录像，然后我们商量以后制定的训练计划，我就过来带你们训练，然后峰哥在那边继续看录像，收集点新的训练项目。在跟球员讲解的战术什么的，我肯定讲不了太多很专业的这些东西，我也希望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。那咱就别搁这废话了，然后咱就开始训练，因为你们我看你们都非常想训练了，对吧？行，我也是第一次带一个这么多的队伍训练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，刚成立队伍嘛，我觉得我应该在最短的时间把我想说的东西都传达给他们。我觉得挺难的，然后又换这个高这个低，谁可以吗？有人能吗？我试一下吧，来吧。慢点做。咱挑大东来，大东，这东你来了。哎，好的，大东。哎呦。他想试试，让他来试，上，来了，来了，加油！哎，好的，小仙儿，好的。这边快下做了十个，一二，觉得感到挺惊讶的。他做了好多的那个双球运球，其实我在偷偷试了一下，我做不了。加油！
哇哦，来了来了。哦。Okay, guys, let's go. 来了来了。哎呦，集合了。训练方式我分工分得很细，这个专业的训练当然是交给林书豪，我的部分呢是教他们健身，训练这个优美的线条，我以前怎么练的我就会教他们怎么练。那我会真正的教你们，如果你们要真的到最高的一个部分，我觉得你们就需要学这些东西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好玩，可是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 NBA 是全世界最好的，就特别想知道这些球员平时是怎么打球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教很基本的防守，就是像我们有一个 there's strings attached between all of us， 就是他们三个中间都好像有一条带子连着他们三个人一样。如果你运球到那里左边，对。所以 Josh 拉到那里的时候，我跟 Jay 要拉到这里。对，他们要拉过去。所以 Jay 你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回去的时候运球，我们就慢慢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传球，然后 Josh 就拉到这里，我就拉到这里。他每次要走一步，我们也要走一步；他回来一步，我们要回来一步。OK。然后现在传球给他。如果你突破 ，let him go， let him go， 谁要帮他？你 ，me， right？ 所以突破，我要在这里，对，我到篮下去了。那你要下去？我到篮下了，在这里。哎呀，我守不住。你的位置，他的位置就是这样子站。我这样站，我这样站啊，我这样站。所以你不能传给他。所以你需要传出去，你传出去的时候，他要跑出来，哎。所以从前面开始，突破 ，J 下来，我到这里，然后他传球，你就回去，我就回去，对，就是这样子 ，OK。然后比方说你在上面，你在这里，对，你在这里。所以你传给他，他传给他 ，J 要拉 ，Josh 要拉，然后你传球，我就这样子，对，传，那我就到这里。可是每次你要看篮球跟你自己防的人，如果你突破，我来 ，J drop， 然后 J 这样子的位置就可以，就是他们中间，然后。如果你传给他 ，J 去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传给他，回来。如果你传给他 ，J 也去，你去 ，Josh 上面，我还是在这里，对不对 ？Right there。所以传球，好，传回去。如果你突破 ，J 要帮，对，然后 J 就会这样子。OK， 然后你突破，我来 ，Josh drop， 然后你随便都可以，可以 ，All right， 所以我们就是 ，That's like help defense， 就是 basic help defense。我规定几个我们要打的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再打。我们用的一号战术就是全世界球队都在用的牛角战术，后卫拿球，中锋和前锋在弧顶给后卫处挡拆。如果选择往中锋方向走，中锋直接下顺，看看后卫选择自己突破或者传给下顺的中锋。如果往前锋这边走，可以和前锋做手对手，利用前锋挡拆，中锋下顺结束以后，看三个机会自己上篮，传给下顺中锋或者是弧顶的前锋三分机会。我们的二号战术就是前锋在篮下利用中锋的下掩护弹出到三分线，有机会的话直接投篮，如果都没有的话，中锋马上跟前锋接挡拆，然后前锋突破或者下顺，利用前锋的突破来选择哪个机会更好去完成终结。我们的三号战术是一个主打内线的战术，就是后卫在弧顶拿球，前锋摆脱要球，要完球以后，中锋上来给后卫背掩护，后卫空切走，前锋可以直接传给他后卫上篮。如果没有机会，后卫马上去给弧顶的中锋背掩护以后，中锋利用背掩护往篮下走，前锋就可以传到中锋打到内线去。就把这套战术就交给他们，主要是
让后卫和中锋多做一些挡拆配合。我猜他们会最多的打法就是挡拆而掩护。如果是掩护是这里，然后他这样子，这是最有效率的，最危险的。所以我也是，就是45度还是这样子，还是可以控制他，他不能往左边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你防守的时候不能这样子看，因为很好的进攻的人，你一看他就走了。如果我需要去盖帽，你就这样子，控球后卫你要，嘣，去接篮板，对。就是林书豪，他对一些细节的把控非常非常的完美。你后卫怎么去更好的突破的一个有一个路线，到了一定的层次，你该快的时候快，该有节奏的时候要有节奏，跟平时训练差别还挺大。林书豪大哥教我们特别专业的知识，这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。林书豪教你打篮球，周杰伦教你打篮球，就是从来没想过的事情，然后它发生了，我天，简直！来，我们先简单一点啊。正常上篮就好。紧张了。喂，可以。还有杰伦哥就像一个助教一样，帮我们封盖啊，帮我们传球啊。站在篮下，我们每个人冲着他去上篮，会有一种身体对抗，也有一点危险，但是他觉得为了我们提高，他很愿意做这种事情，我觉得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现在用刚才我们的战术打一下，不要个人防守，然后你一突破，只要队友在身边，就马上下我了，脸马上回来去突破，上来防，先防，上来上来，先防，上来上来，上来上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在听。你在听，你坐呀！我让你上来，你坐呀！你看大家都好好坐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可能打一打一打多了，没练过。来，你先突我来，来来，你突破来，来。下，来延续你来了。我先防，我来。来，走。走，对，再来，走，突破，对，再上。从小练球就是没有去校队过，像他们高中的一些名校篮球队或者是大学的，我都没有参加过，也会突然觉得我自己不会打篮球。他不打了，你不打了是吧？不是，你还打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懵过，没办法练，我吸收不进去了。我现在，我觉得不管懵不懵，你要上去接受。我不想落下你，因为我小时候体验过这种感觉，我不想让别人体验到这种感觉。至少你现在有个态度，为了一场比赛非常的去投入，而且付出120%的努力。这如果我要是你，我会珍惜这次机会。我觉得这非常好的机会，这是。其实我觉得我想，我想让你们都好好练。上来，你不比别人差呀，开始吧。走，去吧。我很渴望去比赛，我也不希望被淘汰，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。他们要你当中锋，有什么感觉？我不喜欢。为什么？一开始分队的时候，咱我以前分的那个组来打。对。然后我两个队友，他们两个想打中锋，然后就让我去打中锋。我当然了解你的想法，可是也是觉得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挑战，从这个经验可以学了很多。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可能是 North 的加州很好的球员，我们成绩是赢了27场，输了一场，然后我全部都是 MVP。我的态度就是觉得最好的球员不只是打得最好，也是怎么把我的全部的队友提高他们的表现，这也是最好的球员。Steve Nash， 你知道是谁？太阳队的后卫。对，所以他们说，那两年他赢了 MVP 的时候，他是全 NBA 最多的助攻，可是也是全 NBA 最多的 high five。哎，你没接到球，他就哎，没关系，我的错，你下次会接到，没关系，他就一直这样子，然后把一个普通的队变成一个非常好的队。
像现在你还是很年轻，然后在这个队可能你没有那么多机会，可是你就是慢慢开始可以讲比较多话，鼓励别人，你一直也努力的训练，然后两个一起可以这样子领袖气质跟技巧一起，那你就有机会可以就达到你的梦想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我，谢谢你给我你的时间。OK， 都完事了吗？都完事了。刚才训练的时候，然后我觉得咱们人多，孙世尧和燕旭你俩就后来就直接就下去了，对吧？在这休息的是你俩，对吧？这在练啥玩意儿？个跑龙套的。再来再来，上来。加油！我的我的啊，我的我的，是吗？啊，不是，你觉得强度不够？不来吧，起来起来。不等他休息了，他说他没有量，来。这种人多的时候，他们的强度会很低，就是有的动作等了好久才能做一回。像我说的，我必须把他们统一起来。好吧，使点劲，快点跑，加油，快点跑。腿其实就已经麻木了，没有知觉了，累成狗。对，你是怎么了？你没有体力了吗？啊，这真不行。快跑吧！哎，你像男人一样，孙世尧，快快快跑！看了好像五六个小时吧，累呀，回去得歇歇。别说了，我都不想说了，磨人呢。使点劲，快点跑！我觉得今天训练不算很累吧，比平时训练量跟这个差不多。OK OK， 快点，加油加油！你上次问我你投篮怎么就是投得比较准，所以我这次有空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帮你一些。所以从我的看法，罚球线这个位置可以投得比较准，可是越来越远，就是越来越不准，就是力量没有对上。对，因为你现在你投篮，你就是完美的投篮动作，就是你接到球，你往下，就是脚往下，手也往下，脚往上，手也往上，最后投篮动作就是很顺的，不停的，这里不停。可是你现在，如果我拍给你，你到上面就是停，就是停一点，然后往后面，所以你每次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的力气就会减少很多很多很多，懂了吗？明白。我觉得可以从一只手先这样子，然后你就直接。所以当你要有两只手的时候，你不要往后面停，你就是直接这样子，对。然后你如果很顺，你到最后这里也不用跳，这样子可以很放轻松轻松的，对对，你先是一只手这样子。然后到这里，对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停，这里，对对对，到上面停，希望，不管是可以运球运球，然后你一要投的时候就，就是很全面的，不用往后面，所以你就慢慢，慢慢。你对，你可以用两个手，你用两个手从这里开始，然后我只要你这样子，你不要投，你就投给我，耶、yeah ，
那又高一点，又是高一点，低一点。非常像邻家大哥的感觉吧，非常的那种亲近的感觉，没有说是那种特别大的架子，就教我如何就是投篮更加稳定，还有就是在这个出手点上，要怎么选择。上次到今天进步了很多，我觉得你们练得很好。不管他没有什么赛制，但是就是我们就把它当笑话来看，好，那是趣味性的。OK。然后今天晚上不要太晚睡，我们明天有比赛。1, 2, 3, 4, 5, 6, 7。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不是想多练一练吗？水平差是得加一练。嘿，你俩怎么了？有点累。哎，现在感觉又渴又饿。累了，渴了，饿了，就上饿了吧。哎呦，厉害喽！大家想我吗？来，你们很疲劳啊，感觉练太多了。那咱们就制定一下我们主场我们要限制的那一条规则。昨天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就是限制2米以上的球员。OK， 主要讲一下接下来比赛的事儿。首先，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对手，对吧？哪些人是具有威胁性的？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说一下。我觉得铁牛这个就是持球的内线啊，我觉得他可以就是背身单打，不能超过他不背打，2米以上的不允许进三分线，就三角区就 OK。怎么搁这研究铁牛呢？怎么克你告诉我？铁牛其实不用研究了，研究就说明怕了，怕就是怂了。你们最应该研究就是谁走。咱要是不比音量，其实你们16人加起来也说不过一个，所以就别费那劲聊天。听我说就完了。张宁不上场，你们一场都赢不了。把话今天就给你们放在这儿。说，正好16根辫，偶一个兄弟捡一根。哎，这话他杨正说的，他们队走一个兄弟，他捡一根。OK。杨正现在聊天比打球厉害了。2米到2米05，我们别在这个镜头面前体现这么怕的好不好？不怕呀，不怕。对对，咱们可以合理利用，但是咱们不惧他，咱们这边必须得有人也是跟他一样的情况，如果我们没有就属于太不公平了。对，所以就2米以上，两米以上呗，两米以上，反正他进不进三没无所谓，反正他也不爱进三秒区，所以对你来说损伤不是那么的大。他们那边损伤我就觉得会更大一些，那我们就一致通过这一条，行吗？哎，今天艾伦哥说了啊，我们需要再多磨合磨合，明天就要打比赛了。行了，那我们再复习一下战术吧。好吧，来来来，走，这边这边，哎，你后一个，哎，好的，漂亮。哎，你怎么偷拍我们啊？咋这么好，还不允许我偷拍了？我看看，我刚才拍的好帅啊。这大晚上的也能拍得那么漂亮吗？是夜拍没提 OPPO 27 Pro 的夜拍效果好。不用练了，不用练了啊！别臭美了，赶紧去练习。我们好好训练吧。明天还有比赛呢。明天比赛，明天比赛。好好练啊！斗到底接蓝3v3正在全国14个城市火热开赛，快上天猫搜索“天猫活力营”，一起斗到底。请尽快完成清场，马上观众入场。各位到场的球迷，抓紧时间把你们的手中充气棒吹上气儿啊 ！OK， 我们现场所有人准备好啊，坐直，调整状态。哎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一下感觉太好了，当时就很兴奋，开心啊！第一轮送的鞋，因为我鞋码很难买嘛，就14码，反正神通广大，他给弄了。分配到我的那双正好是我最近很想买的双鞋子，然后就是跟别人也不一样，是白色的，就
唯一只有一双舍不得穿，要让他签名一下，然后裱起来这样子。挺激动的，因为我们领队没有食言嘛，然后都给我们把球鞋都准备好了。心里特别温暖，而且这个速度效率特别快。我们杰伦大哥是一个会很快的实现自己的诺言的人。这是我们自己私底下送的小礼物，其他队没有的哦。我们要看的就是领队有没有心。张宁上来的时候，你们就是有一个工作，就是不要让他很容易接球，不要让他很容易得分。你不管是谁，最矮的人到这，只要打五号位这边打一，就给我下顺，就直接下到篮下，就不用管。我对队伍有信心。我觉得第一场比赛肯定是可以拿下的吧。对方给的赛制来了，哦，击中，来了。马上我们就要迎接重头戏了啊！来来来，调整状态，所有人，穿着黄色衣服的各位，大声的告诉我，你们今天支持的是哪一个队伍？我们让黄队一次冠军都不要拿到，让他们的比赛没有第一名，好不好？我们不知道这个节目表要怎么剪接。黄队来了，这就是灌篮的比赛现场。有请我们的客场队伍，周杰伦、林书豪带领的 J Team。是他们的主场，我的心情就是，哇，真的很累。有请他们的队员张天翼、刘星、杨鑫。全场都是他们的啦啦队，感觉到了我们客场的压力。杨正、汪真平肯定会有一点影响，特别是从心理上面，因为毕竟是客场，他们肯定有他们的观众以嘘声啊，或者是有加油啊给他们。孙晨俊影响挺大，因为在他们的主场都是给他们加油的。Oh, we got fans， 我们有粉丝。周董 Jeremy，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出场的时候欢呼声这么小吧？我们不害怕，虽然是这个黄队的主场。哎，好了，接下来我得有请你们所有客场的球员和领队配合我一下。好，首先把双手举起来，堵好你们的耳朵，因为主场声浪马上开始。Are you ready? DJ drop the beat。首先，闪电赵睿，五位大师方良超，砍分直升机杨浩哲，最快第一步西西。
觉得他们今晚的气氛挺好的，在这个下场我们可以好好设计一下。篮球少年夏浩然，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心声，尤其是当时听到他们在喊夏浩然加油啊，三号加油啊，哇，当时心情真的。地板流大师彭羚，节奏杀手孟博龙，超音速喷射机陶志辉，都是枪，都是枪。爱心献血车黄子恒，得分机器张宁，一号特工叶旭，牛牛杀手孟翔，雷神大东。挺能炫的哈，樱木花道郭宏毅，太夸张了，樱木花道我童年的偶像都搬出来了。赏金猎人孙思阳，通过摄像机摆在眼前，感觉全世界都聚焦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，花太多时间看他们表演，希望可以赶快打篮球。我听说龙骑士整队应该是送给 J Team 有一个礼物，对吧？ J Team 你们要站上场来面对。刚刚做了什么？我们都没看到。过来啊！过来啊！过来啊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哦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龙骑士已经成功的让他们不敢过去了。对对对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很好看，不敢转过来了。这样其实也能让大家有凝聚力，因为我们集体一块儿做这个动作，如果能够做得很整齐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。你教我的那句英文就是 All show no go， 重看不重用。Yes。今天的比赛将由四小节三对三组成，每小节十分钟，最终失败的队伍将有两人被淘汰。龙骑士作为主场，和单独制定一条赛规。本场的赛规是：在场上比赛的球员，只要身高超过两米，三秒区以内的得分不算数。场上超过两米的选手举一下手吧。我直接听到那条规则我都迷茫了，知道什么叫武功全废。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，就是内线优势，就铁牛这一点嘛，对我们影响蛮大，起码造了40%伤害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几位在三秒区里面的得分将不计作总分。这主要还是限制他们的一个优势吧。其实也，你看我们也受到了一定的很大的影响。两边现在分别派出的首发球员是龙骑士张宁、孟博龙、大东。我首先对自己非常有信心，然后对我的团队也非常有信心。轻松一点拿下这个主场嘛，也就赢个15分吧。J Team 分别是钟显超、刘恒毅、孙晨俊。佛森林书豪进攻防守都很好，然后刘恒毅就是高个，很会防守，
所以我先发的球员，我是希望这三个人可以配合得很好。今天的比赛，首先先看六位了啊。OK， 比赛马上开始，允许我介绍一下本次比赛的赛事主裁判，国家级裁判胡燕、袁雅杰，国家一级裁判张林。比赛现在开始。饿了吗？渴了吗？累了吗？就上饿了吗。本节目由饿了吗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随光而变心动所在夜拍 MVP OPPO R17 Pro 拍照手机海飞丝无硅油洗发水清爽过人随时开秀联合特约。饿了吗？渴了吗？累了吗？就上饿了吗。本节目由饿了吗独家冠名播出。随光而变心动所在本节目由夜拍 MVP OPPO R17 Pro 拍照手机特约播出。上天猫超市买海飞丝，清爽过人，随时开秀。本节目由海飞丝特约播出。上官方互动 APP 手机天猫，下拉二楼解锁少年独家视频日记。本节目官方用车由积压全场不如高能登场的长安逸动独家提供。首先，闪电赵睿。这边给到张宁，打内线，哎 ，easy， 张宁，拉出去干他，张宁，哎，点球防谁就把谁叫上来打挡拆啊，对，贴近点，不要他投。我今天的状态完全就很迷茫，我上场很迷茫。还得张宁啊！敌人这边，朱家荣，朱家荣，右侧给到铁牛，换人，换人，有没有？抢断成功。张宁，哎杨哲给到张宁，换，还给到张宁，拉开，张明选择墙头两分，我基本就崩溃了。JT 请求换人，啊，没关系，你换他，你先换他。换个队友吧，打三，知道怎么打吗？给到张宁，回传，来了，来活。张宁，我们没有防他太好，他一直得分，真的他的进攻能力太强了。中间那段打得真的很混乱，就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球，我们的战术配合都没有。惩罚他们，你们要惩罚他们。防守，杨正，协防。给到铁牛，好，漂亮，投，每周六晚22点，锁定浙江卫视中国篮，观看这就是灌篮节目精彩直播。
节目首席音乐合作平台虾米音乐登录电流 APP 和人气球员花式合拍小视频节目独家衍生品合作授权阿里鱼，感谢官方战略合作平台微博，重点合作伙伴微博篮球，感谢新浪娱乐、新浪娱乐客户端、网易娱乐、网易娱乐客户端、凤凰网娱乐、光明网、Zucker、QQ 看点、虎扑、美图秀秀、作业帮一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太没底了，警告一次，警告一次，警告一次。特别鸣谢微博综艺、微博故事，能够给他应有的这种对应的表现，我觉得我不想让教练失望，也不想让我的队友失望。注意，张宁已经四次犯规，别犯规啊，张宁！上微博首页上方点击我的男朋友，或搜索“这就是灌篮”话题页，进入微博故事挑战专区，点击拍同款，分享你或你的男朋友、球场男友的精彩灌篮时刻，就有机会赢明星同款好礼。张宁，你的犯规次数已达五次。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！这套阵容已经打了很久了，然后需要把它调下来，调整体力，因为我们比赛还有很长的，没结束。然后我不想被有人有队里有队员被淘汰。走！哎 ，no！ 已经，哎，已经这样子了，你没看到？已经这样子了。换人，换人！哎王振雄，他们碰的反对碰的，先跑不需要经过谁的同意，震碎篮筐的经验就是那么容易。 It's a show time， 超人哎他们他们他们上顶上顶上最奋力，渴望着胜利，彼此间的默契，坚固防守阵地。我们现在就会学防守，就是 close out， 我突破到这里，你们要防我，我传给我的队友，然后你们从这里要到这里， okay? OK， 所以最基本的就是你们只能等在这里，然后往一个方向走，如果你们一往里面就完了，好的球人这样子不能防，那就是为什么位置是很重要。如果你位置是太外面，然后你要往里面，然后往后面，那你就完了。他已经投完了，所以你需要在这里等。他一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往一个方向，你就有机会。OK， 所以你们还是你们位置站得很好。他突破的时候，我防他传球，我就是全部就是 boom right there like that， all right。So I turn， 然后可能70%我是跑得很快，到最后我可能就砰砰，可能两三四个都可以，不是往前面这样子，我还是往后面一点。如果我太往前面，那我不能动；我太往前面，我不能动。如果我往后面一点，我这样子的时候，如果他突破，我可以，我还是可以这样子 ，OK。所以是站在好的位置，70%跑，然后到最后1、2、3，然后你希望他们attack the top leg， 就是你前面的脚。如果他们可以突破你前面的脚，这是最难的，因为你要还是这样子。最容易的可能就是他就是直接往这里，你可以这样子。所以他接到球的时候，他突破的时候，你不要让他直接到这个篮筐，你希望他们可以是这样子的角度。所以我们就练一下，有一个人进攻，一个人防守。好，我们继续保持。All right, ready? 所以你是防守，你现在防守，你现在进攻，不用那么近，可能就在那里。Good。哎，好，一分 ，Go Go Go，Nice， 对，我两只手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跑，懂了吗？虽然我如果投篮你不能，
可是如果我看起来要想传球，我一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不能运球了，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往外面，可能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 ，perfect。哦，好，打了吗？呜 ，good good good， 好。可是你不用，你不用往里面，因为这很难，真的吗？所以希望如果可以，你就一直，你可能这样子，可是不要走一大步。如果你走一大步，就是很难可以回去，所以你可能就假的 ，good。哈不半分。哦。你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踩太多。你最好就是你不要踩太多。哦，就走下来。就是你等他们来，你等他们来，他们传球就可以这样子。OK OK OK。好球！球很好。这世界很酷。